好，我们合掌，一心祈请顶礼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佛，一心敬礼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，敬礼今天护摩祖尊马头明王，敬礼马头明王眷属，敬礼延明雷藏寺坛城三宝，莲灵法师、莲统法师、莲介法师、莲金法师，还有月华助教、理事长、副理事长在哪里？副理事长，还有所有的理事，还有这个今天特别前来护持的同门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，那明天是圣诞节，圣诞夜。啊，明天是圣诞夜，平安夜。那这个我是第一次到澳洲。啊，也是第一次在这么热的地方过圣诞节。啊，一般小时候的印象，啊，圣诞节就是很冷很冷，要围脖子、帽子、围巾，啊，还有过节的气氛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一次来，在这边做护摩过节，啊，真的非常的舒畅，感受上很特别，所以其实啊，讲起来啊，气氛是可以自己创造的。你看刚刚我从这个前面移到后面，那个雪花纷纷已经在迎接我了，都是护摩灰，布满了整个桌子。以前有这样吗？今天风比较大。你们刚才有吸到烟吗？把这个可以拿掉。拿掉。拿到外面去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对，没关系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关于护摩，先讲一个事情嘛。这个啊，真佛宗的弟子，这个都供养心了，真的都是非常的具足。不管藏密护摩、东密护摩，那个贡品啊，多到真的是如山如海，下不完啊。但其实我还是强调一个重点：藏密是护摩，不管你在室内还是室外，通常在室外，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大，炉口大，它下的贡品可以比较多，它消化得完。那么师尊传的最早传我们的东密式的护摩，其实如果你们去看东密，它就是比较精致化的，它的炉口比较小，所以通常日本的阿塞雷在做火供都是精致少量，着重在观想。那么我们通常我们正佛中的道场都把东密护摩办成藏密的供养，大供养啊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就是有时候怕烧不完全，那东西一直盖上去啊，就有可能会有烟比较多烟，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多东西呢都是控制到好啊，多太多也不好，太少也不好啊，控制的好就是好啊，好险今天还算还可以，之前有到有的地方。哇，真的是就有烟，那有烟就不好，有烟就不好。不过这个相信佛菩萨一样感受到大家诚意满满，一定会在平安夜前夕给大家最棒的祝福。那这个讲正题之前，我先讲一下，我跟莲灵法师很熟，
可以说呢，他是看我长大。我第一次2014年到西雅图，他是西雅图雷藏寺的监院，那他也是宿舍的馆长。那我跟我父亲去挂单的时候，就是他接待我们，那个时候就很喜欢他。为什么呢？他很天真，很善良，很好客。你不要以为我刚刚讲的这三个东西好像讲起来很简单，我出家到现在看过多少不天真、不善良、不好客的弘法人员。我自己也在学习，但是他给我树立了榜样。我这是老师讲的。那他身为西雅图的监院，那我看那时候就看他常常白天忙，晚上忙，回来还要修法，有时候人家还要接机，一通电话他就去了。西雅图雷藏寺也没有管你是哪里来的，也没有要钱，就是十方众生都是贵客，师尊交代的。那么莲林法师他就是这样子，那我也多次给他帮忙好几次，即便到前两年他还是监院的时候都是他帮忙。那他本身呢其实也是很有修为的一个人。那我知道他是在澳洲，我那以前在西雅图跟他聊天知道，他说他的家乡其实就是延明雷藏寺，他是从延明出去的。所以啊，延明雷藏寺是一个宝地，宝地就出人才，他就是一个人才，现在被派到西雅图，但其实就是代表延明雷藏寺的面子。不止称赞他，我今年一月受封上师以来，已经跑了五大洲的三大洲了，好多地方都跑了。我刚从马来西亚一个月回来，那接触了很多人，同门师兄师姐、弘法人员、各级弘法人员，我发现每一个人的思考环境都不一样，所以导致他做出来的事情的细腻度也不一样。那么月华助教，他是第一个邀请我的道场，他代表延明雷藏寺，他是第一个我在受封上师之后，我们诵师在台湾雷藏寺诵师出来，他第一个他邀请我来这里弘法，所以其实延明是我第一个答应的道场。好，我很荣幸，也再次感谢大家不嫌弃我愿意让我来这里，这个跟大家一起学习，就是他是第一个他很客气的跟我联络法务相关的事情。那时候他本来想办不动明王的样子，我印象中很多道场都希望办不动明王，但是我个人其实非常的抗拒我不是对他不恭敬，是说我不希望好像人家很喜欢讲，那你就是故意办这一尊，好像在强调你自己的来历。我那时候就不想要这样，但是大家都这样要求，好像后来也是随缘了。所以，但是当初助教联络我的时候，他说他想要办一尊护法，一尊极静尊，一尊愤怒尊。那个第一个念头，啪啪啪啪啪，想到的就是马头明王，我就冲口而出，我就说办马头明王。那明天的主尊是药师金母，他也是最照顾我的可以说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本尊。这两尊我就跟他讲，那我前两天来这里他查资料发现，原来2000年师尊来延明雷藏寺第一次在这里传的就是马头明王还有药师金母，你们说巧不巧？这都是不是刻意的，
不是刻意的，自然的啊，才有法味。所以很多事情佛菩萨的安排很巧妙，就是这样。你在出家联络我之后啊，我中间你看从一月到现在过去了这么多了，前一个月连戒法师，我听说他从纽西兰回来受压回来这里帮忙，那么就由他跟我联络法务，从他传讯息给我啊，跟我讲讨论书文仪轨，我就知道这个道场啊会很幸福，因为他做事情很认真。我常常讲，很多的魔鬼出现在细节里，师尊也讲了，把小事情做好，你才能办大事。那从他跟我这个讯息往来，我就知道，第一个他对法务很尽责，第二个他很仔细，他也对他自己本身有要求，很多很小细节都看出来。像我到马来西亚新灯塔，那个负责点香的那个师兄插香，他插的那个非常的正，非常的直，我就说这个要求就不简单。第一个他对他自己有要求，他有这个概念说插香要插的正，他有的分堂呢插香的就随便插，插了就走，这个就有差。所以这个莲接法师让我印象深刻。然后呢，我八月份九月我们去美国参加秋季法会，我遇到莲经法师啊，他远远就走过来跟我讲，他说上次年底要来澳洲弘法啊，他稍微跟我介绍一下，他就说你来的时候我也会来护持，然后他跟我谈谈他的修行。那我很佩服他，敬佩他，他说他其他什么他不管了，他就是大礼拜拜到底，现在五十几万了吧，五十几万拜，五十几万拜的大礼拜，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啊，能够实行师尊所教导的东西，贯彻始终的做，哪怕这是一个家行，他都会产生出力量。那么那个莲童法师，我知道他以前就是在燕山，因为我看影片啊，不是，我开学在延明，但是我注意到你的时候你在燕山啊。其实每一个人啊身上都有一种，我们讲相貌，见面看人家的相貌啊，人不可貌相，但其实人还是可貌相，在貌相不貌相当中啊，有他的秘密。那我这次来啊，发现啊，我们这个四位僧宝本身的相貌都非常的好，你可以看出他们的修行比我好太多，非常庄严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护法尊，护法最强调力量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力量，在家众修行有他的力量，出家众法师有他的力量，上师也有他的力量。但很重要一个观念，领子的颜色，我常常在强调，领子的颜色跟你的修行没有关系。有人摇头，确实是这样。黄领子有没有办法一定往生佛国？不一定。在家中能不能修行往生佛国？不一定。每一个领子，每一个阶级，最重要的是修行成就，你对你自己负责，这个都是一个表象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这一方面要有所认知。我出去做法会，我的习惯，我给我自己的习惯，因为通常上师做
法会都有法师来护持，我要求我自己，只要有法师来护坛，我会后我拿到供养，我一定要供养三宝，师尊的那一份留着，我会供养道场，我还要供养来护持的僧众。很多法师都不能拿我红包，他们讲什么法师可以收上师的红包，我说当我给你供养的那一刻，在我的心中，你不是，我不是上师，你也不是法师，你就是师尊所剃度的出家众，这个叫做僧宝。在供养的法义当中是平等的，阶级是人在分的。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出家，但他的心光明磊落，这样的人你供养他，就如同供养僧众一样的清净，也有功德。所以我刚刚说了，看人，人可以貌相也不可以貌相。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，通常人都是看别人看得很清楚，看自己模模糊糊，就算把自己看清楚了，也不愿意真的去修正自己，那不叫修行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面对自己的善，面对自己的恶，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你才可以讲跟修行沾得上边，沾得上边哦。这个叫自觉，就发现问题，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这才叫修行。所以现在问问自己，你是修行人吗？我常常这样问自己。如果我都没发现我自己言行上、身口意上的错误，我哪里来的修，哪里来的行？一定要发现错误。所以这个助教理事长，他希望我在后天的佛学讲座分享戒律禅定，我说这个很好，但老实讲啊，除了师尊以外啊，没有真正有人有这个资格可以讲戒律，因为我们都不是圣人，我们常常在仪轨当中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这个僧是什么？其实它不是指皈依我们这些光头，是皈依真正出离世间的清净僧，而不是学僧。学就是在学习当中的僧，不是这个凡夫僧。我们只是代表着那样的清净，但讲起来，我们还是有义务。有义务要讲，讲的原因是什么？讲的当下提醒自己，也提醒大众，但在讲的当下不可以升起一种心，叫共高我慢。哦，我戒律守得很好，你戒律守得不行，不可以有这样的心。有这样的心呢，不能一起进步；有这样的心呢，本身已经犯戒。这个刚刚吟诗的那一个厅问事房那里，那个记应该是师尊写的。严明，他的严呢，叫做严守清净戒，好像是这样。严律戒行德。啊，严律戒行德，真的。我清净戒。对，把法师记得很清楚。啊，其实啊，一个道场要兴旺，必须要有它基本的戒律。核心的成员，来的众生，众生与众生之间彼此都应该要谨记着这个根本的戒律。五戒、十四大戒、四十法、五十颂，这些你都要记得。如果没有这些为基础，你道场想要兴旺是不可能。因为在当中一定，我看你不爽，你看我不爽，
我不支持你，你不支持我，这样子没有办法实行真正佛法的含义。所以啊，严明两个字本身它就是要立下规矩，道场有道场的规矩啊，弘法人有弘法人的规矩，必须要很清楚。那另外这个严明雷藏寺的意义两个字啊，就写在我们进门上方师尊给的墨宝当中。其实师尊给这两个字是非常不得了的两个字，大家看到吗？严密净土。其实严密净土是什么？就是密严净土。密严净土是谁的净土？它其实就是大日法界供，也就是大日如来的净土，也是金刚萨埵的净土。那么密严净土，严密净土又有另外一个名称，叫奥明净土。所以看师尊的第三段就写了，有没有？毗卢遮那大光明，奥明天宫亦如是。奥明天宫就在密严净土当中，奥明天宫里面居住的谁？大部分人都是大空行母、空行永住，所有的空行诸尊就在这个当中。怎么样往生密严净土？很重要一点，密法里面有三大成就。第一个，持名成就；第二个，我们今天做护摩，护摩成就；第三个叫禅定成就。它讲起来是三个不一样的加行，不一样的修持方法，其实归根究底它的要义还是一样的，叫专一。我们持咒当中有分好几种念诵，如果大家有听师尊的开示，你散念，你专注的念，你金刚诵，你跟本尊完全合一的念，它有好几种不同的次第。这当中呢，就是从粗的念头到细的念头，细的念头到微细的念头，微细的念头到一念，甚至是无念，这个就是持名的次第。但不外乎他叫你把你的心安定下来，融入本尊跟光明。所以什么叫持名？持名就是恒持你心中的光明。什么叫恒持？你看师尊最后那一段，无始无终大智就是恒持。什么叫恒？恒顾名思义就是断，断，断法的断，断的另外一个含义叫恒，断就是暂时的，恒就是永恒的，所以无始无终才是恒。我们今天修行的目标就是要恒持光明，也就是你不能一下子散乱，一下子定，一下子散乱，一下子定。严格讲起来，当你还有散乱的心，那不叫禅定。所以真正的禅定，师尊讲，只不管你上坐下坐，不管行住坐卧，你都融入在定境当中，那才叫真正的定。而不是你坐在法座上看起来哇好像很定，下了座以后开始跟人噼里啪啦东家长李家短啊，讲人是非八卦，那个不叫定。所以光持名就有这些次第，持名念咒，当你真正念到本尊的心，本尊的光明融入你自己的光明，你的光明融入本尊的光明，这叫子母光互融的时候，你就能够，你的灵识将来就能够上升到奥明天，就奥明净土。奥明净土哪一个人在哪里？有两个人，第一个是图登达尔吉，
金刚上师，我们的师公，他涅槃之后，他的法身就回到了奥明经、奥明天。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，就是空海大师。空海大师也是世尊的前世，就在奥明天。那奥明天呢，在解深密经当中，它有两种解释。第一个解释，奥明净土有一个根本的净土，它就是在大日如来，是在无色界天的最顶。第二个，它显化在色界天的最高天，色究竟天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地方。色究竟天也是密严净土的表征。这个概念有一点像金刚界、胎藏界这两部曼陀罗的意义。金刚界代表修行成就佛国的果地，它是圆满的境界。那胎藏界代表凡夫从因地开始修行到果地的凡夫的境界。所以其实你认真去留意的话，不管在哪一个地方都有净土。大家知道吗？连大自在天当中都有净土。不要讲大自在天，我们讲地狱。地狱的净土是谁？哪里？就是翠微净土，就是地藏王菩萨。所以你看师尊的记当中，严密净土悉自心，明了始知第一义。如果你真的懂师尊的记，你就知道真正的净土是在你的心，由你心思所变。唯识里面讲，一切的东西法界唯心造，唯识所变，唯识所现，其实就是在讲这个。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要跟大家讲心？因为修行的重点，大家还是要回归到心法上面去修行，不要修别人，修你自己。最后他讲《玛哈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，这个是有秘密的。玛哈波耶波罗蜜可以代表的十万空行母，空行母的总持是谁？波耶佛母。波耶佛母就是奥明天宫的主宰，所以延明雷藏寺本身就是一个净土。对大家来这里修行，其实是很殊胜的因缘。我们知道修行要修里面，但是外在呢，总体现在这个世间法这个表象上，大家还是要共创这里的和谐跟繁荣。大家可以理解，理也要，事也要，这样才能圆融。所以其实在这里，在澳洲墨尔本这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地方来休息，真的是大家的福气。像我在台湾嘉义的法华堂，我看有没有你们这里的十分之一真正重修的那一层啊，坐五十个人办法会，坐五十个人已经要爆炸了，没有地方走。我多想有一个地方，这样这么大的地方可以来发挥，我的因缘不具足，然后都往外跑。所以每一个人应该都要珍惜当下的因缘，当下的福分。这里是师尊所受记的地方，这里是师尊来开光的地方，大家应该要努力共同的把真佛的传承在这里发扬光大。给自己掌声吧。好，接下来讲讲重点。今天我们说马头明王的父母啊是法会，但我不是来传马头明王法，等一下做的只是次复灌顶。所以今天呢，他细节的法要我不讲，你
网络上你也都查得到。但是有一个重点，跟我刚刚第一段想跟大家分享的切切相关。因为不管任何的本尊，只要是在升起次第当中，升起次第是什么？也就是从你刚皈依密教开始，皈依即资粮道、加行道，上师相应，本尊相应，直到本尊法相应之前的这个次第，全部都包含在升起次第当中。圆满次第是从你的内法开始，一直到无常密布成就化空。那升起次第的修持方法不外乎三个，也就是身、口、意。身就是用手意来代表，口就是咒语，意念就是观想，那不外乎这三个。那刚刚讲的持名、持咒，是在升起次第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所以你如果去听师尊的开示，不管哪一个本尊，你接受过灌顶之后，你最好能够承事本尊。承事就是服侍，服侍本尊，每一尊至少10万遍，这个叫做结最基本的缘。你跟他结缘30万遍，结中等的缘；50万、100万，结深的缘，得到大的力量。所以在密教当中，持咒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看持名，持名，我们今天办的是明网，明就是光明。你真正持咒入心了，入到本尊的三摩地，那个三昧地的力量出来，一定会产生光明。所以你要跟明王相应，你自己的身上要有光明，他才会来护持你。怎么样有光明？如果你的心思是邪的，邪见、两舌、二口，你犯种种戒律的，哪来的光明？所以很多人常常，我听到很多人讲，佛菩萨怎么不护持我？护法在哪里？我说护法护的是行持佛法的人。请问你行持佛法了吗？对，你在问佛菩萨在哪里的时候，你先问自己，你把佛菩萨摆在哪里？我所遇到90%的同门，有事情的时候找佛菩萨，平常没事，佛菩萨在那里，关我什么事？有事情的时候才来求，怎么没有奇迹啊？师尊不是很多奇迹吗？我们看的都是那些奇迹，却忽略了平常最基本的消业障、增福慧。你忽略了你自己的因果自作自受的部分。所以有一张符啊，叫天赐财富符，这个是师尊秘传的，大家都想跟师尊求这张符。那张符据说啊，带在身上你就会中大奖。大家都想求，谁不爱财？可是大家忘记，师尊曾经透露那个秘密，这一张符的原意是什么？那个符令的意义是什么？是你带着这张符，这张符有光，那个光啊透到天上去的时候，路过的值日公朝神、赏善罚恶的神特别会看你，是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归根究底，跟你自己的修行还是有关系。你如果乌烟瘴气，让值日公朝臣看到你，他怎么会降福给你？所以这一张符意思，师尊讲，这张符不能乱给人，必须是素质善根、素有修为的人才可以给。为什么？原因还是在这里，哪里来的天降福分？这一点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从今天以后改变这个观念。为什么任何的秘法、任何的加行都是先修消业障？因为因果即是自作自受，这个是师尊的墨宝。怎么做的，你怎么受，你之前怎么栽的，今天怎么收成，还是在自己。
马头明王，他是观世音菩萨的教令轮身，他的本地是阿弥陀佛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但是我要讲大家不知道的，延明雷藏寺的坛城很庄严。那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这上方这五个唐卡，最右手边的这个唐卡就是马头明王。马头明王的唐卡，这上面呢，这五幅啊都是刺绣的，刺绣的跟画的，它的工序工法是不一样的。好的刺绣唐卡，远比手绘的还要贵的很多很多。这些唐卡都是最顶级的唐卡，尤其是这一幅。唐卡有什么好讲的？反正不就是本尊护法在上面。我告诉大家，唐卡的学问才多了。会看的，看唐卡，你会知道它是哪一个传承的唐卡，它是哪一个修法的唐卡。我简单举例，像马哈嘎拉，四个教派都有马哈嘎拉的传承。所以如果你家里挂了唐卡，你平常挂，你不会知道它是哪一个派的画风。会看的就会看它顶上的顶饰是谁。历代的大宝法王，好像第一世大宝法王杜松前吧，他就是以二臂黑袍马哈嘎拉为护法。第四世第六世以四倍的马哈嘎拉为护法，第十世以六倍的大黑天为护法，都是马哈嘎拉。马哈嘎拉有噶举派的传承，所以你看马哈嘎拉他的上方的那个人物是谁，你会知道他是属于什么世纪的唐卡。另外萨迦派萨迦法王的秘密护法有宝藏护主，他是二倍马哈嘎拉。所以如果是马哈嘎拉，那他上面的顶饰是萨迦派的祖师萨迦五祖八思巴这几尊的话，那就是属于萨迦派的唐卡。那是有分的，光看唐卡都看得出传承。这一幅是什么传承？其实会看的都知道，这是宁玛巴的，宁玛巴的传承。宁玛巴是什么？就是红教。你看这个马头明王的最上方是普贤王如来，一般来讲，像大幻化王金刚，他就是宁玛巴最大的护法，所以他的头顶是普贤王如来，因为他代表普贤王如来的教令轮。那这一幅唐卡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它最上方就是普贤王如来，他是单身的蓝色的身体，象征他是宁玛派的传承。他的左上方是观世音菩萨四倍观音，代表他的本地。右上方莲花生大师，代表因为莲花生大师是宁玛巴的代表，由莲花生大师来弘扬发扬光大宁玛巴的教法。莲花生大师其中一个变身，他也变成马头明王，所以在唐卡当中的右上方是莲花生大师。通常唐卡的上方代表这个本尊的传承，唐卡的下方代表他的眷属。你看他下方有谁？我如果不讲的话，大家一定不知道。这个唐卡的左下方那一尊是谁？叫做乃琼护法，又叫做白哈尔神。白哈尔是西藏第一大护法，他以前是扰乱藏地的最大的魔王，他可以讲把西藏整个翻遍了，只要有寺院的地方他都去扰乱。直到世聪德真跟净命大师把莲花生大师从印度请来入藏之后，莲花生大师第一个降服的就是白哈尔。莲花生大师变成白哈尔的形象降服他，降服
他之后取了他的命咒。什么是命咒？如果你们有看很多祖师大德的传记，阿底峡、中科巴、莲花生大师，他们在降服恶鬼的时候都要拿这个命咒。这个人的命咒给我，表示我随时能够差遣他，我诛杀他的命咒，表示我可以杀了他的元神。所以当一个外道的护法愿意把命咒交给一个上师、一个本尊的时候，表示他已经完全的身口意臣服于他的根本上师。所以白哈尔把他的命咒交给莲花生大师，莲花生大师勒令白哈尔神去守护他藏地的最大的寺庙，叫桑耶寺。大家都听过桑耶寺，莲花生大师建立了几个很重要的寺庙，桑耶寺是第一个，可以讲是主庙。所以白哈尔，其实白哈尔的本地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这张唐塔画了白哈尔神，而且白哈尔是历代达赖喇嘛进行神谕的时候的一个最重要的储存。就像是很多人喜欢问神，做事情做大事的时候问神，白哈尔的存在就是提供这个政教合一的法王，像班禅、像达赖这两大法王，提供他们作为一些正重大考量的时候一个神谕的一个参考。直到现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前几个月还因为一些事情，教派内部的事情，请示了白哈尔，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个习俗存在。他的右边叫长寿天女，长寿天女有很多种化身，很多种说法，有一说他的本地就是观世音菩萨，有一说他的本地就是依稀错感，有一说他的本地就是雪山女神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留意师尊的开始，其实妙音天、吉祥天、恒河女神、萨拉萨蒂还有长寿天女都是异名同体的化身。而马陀明王的明妃就是长寿天女的化身，她的名字其实就是塔拉，塔拉就是杜母。马陀明王的本地是观音，观音的化身是杜母，所以他们本身就是在一起。所以你们去看唐卡，真正如法的唐卡，它的眷属的配置一定是有意义的，它不会乱画。所以这一张唐卡可以讲是完整的马陀明王的坛城。所以你们很幸运，这里有这么如法庄严的马陀明王坛城。我相信你们好好祈请他，他一定会给大家很好的守护。就这一幅唐卡。再介绍一个马头明王，有时候很难认，跟金刚手长得很像。他头上最重要的差别在头上，他有一个马头。马头明王的形象在密续当中啊，有好几种啊，什么四面二背、三面二背、一面二背、三面八背，像上面那个都有很多种形象。但不外乎最重要的就是他头上的马头，有一个头的，也有三个马头的，都有。还有马头明王也是少数十大愤怒尊当中少数有三尊有翅膀的。第一尊就是达幻化王，第二尊就是吉利吉拉雅普巴金刚，他有翅膀。第三尊就是马陀金刚明王，他也有翅膀。翅膀的意义代表什么？还有两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，长出翅膀的护法神代表他统摄十万空行，所以他本身具有造行空行的能力，才会有长出翅膀。
第二个表示他在前出入世及出世的障碍上特别有力，他才长出翅膀。所以啊，普巴金刚在莲花生大师某一个伏禅法当中叫做金刚律刃普巴金刚，也就是那个修法就是用普巴金刚的翅膀做观想，观想它旋转把所有的障碍消磨掉的一个修法。所以这三尊代表遣除障碍的最快速的一个本尊。这个秘密呢，师尊也有透露出来，修行人在修行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的障碍，有两尊护法你要特别注意，其中一个就是普巴金刚，第二个就是马头明王。所以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你一定遇到很多障碍，身体的也好，家庭也好，事业资粮上都好，各种不同的，你要选你巨人的本尊跟巨人的护法来守护你。那大家懂什么叫巨人吗？就你心生欢喜的，你看了就喜欢的，就是巨人的，你就可以祈请他为你的本尊或是为你的护法。那么很重要，这个师姐是你带的吗？马的牙齿，马的牙齿真的是师尊讲修这一尊最重要的观想，他要观想马的牙齿去做习真怀出的种种的变化，这个你们可以去看根本上师的开始，师尊都讲得很清楚。如果可以你们想供奉马头明王的，那如果这个师姐同意或寺庙同意，你们可以请这个马的牙齿回去。我自己供奉的马头明王精神啊，我就有装葬马的牙齿，它很重要。还有跟大家讲，这个马头明王的咒语 ，Om Shen Pema Daji Haya Jiva Shen Om Pen。那马头明王的秘密就藏在这里面。师尊讲过了，第一个 Shen 代表他的本地是阿弥陀佛，啊 ，Pema Daji 是代表他是莲花不化身的明王 ，Pema 就是莲花 ，Pema Daji 就是他是从莲花布化身的愤怒尊。再来海亚基瓦就是他的名字，藏人呢称呼马头明王不是叫马头明王，叫海亚基瓦，海亚基瓦就是他的名字，他的名讳。接下来现就是表示遣除十方的障碍，空配也是一样，遮断一切的障碍。所以这个咒语的意思是，我祈请宇宙当中莲华部化身出来的海亚基瓦马头明王，请你遣除十方的障碍，说好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师尊当初2000年来这里啊，手传马头明王的时候，师尊念了一个偈：马头明王但识金刚，一心祈请护佑十方。他的力量就是这么伟大的。对，一样，这个特殊的秘密都藏在细节里，你们一定不要放过这个秘密啊。最后一件事情，很多的护法尊，很多的本尊其实都有不同的颜色，所以如果你看马头明王有蓝色的身体，你也不要意外，当他是蓝色的身体的时候，代表他行使的就是降伏的事业；当他以红色的身体出现的时候，代表他可以做怀爱的事业。而且在密续当中也有提到，其实马头明王也有五种化身：身与意、身与意、功德与事业，就是五个颜色。就像普巴金刚一样，有这五个化身，金刚三斗也有五个化身，这五个化身所代表五方佛，
就是佛部、宝部、事业、结魔，大家听过吗？佛部、宝部、结魔、事业、功德这五个部，莲花部这五个部，很多的本尊都从这五个部当中化身。那么我们的传承呢，最主要的就是观想红色的马头明王，你修他的法，观想他，祈请他，跟他结盟，那你念他的咒，念到他现身，你就得到他的护持。所以希望今天等一下啊，大家在做为大家做赐福灌顶的时候，你一样的，你可以在心中把你的愿望很虔心的向他报告啊，我遇到什么事情，祈请马头金刚明王给我加持，让这个障碍能够去除掉，这样祈请他。当你在灌顶的时候啊，就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